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Milo Lava Cake。首先我们要的材料是四汤匙的 Milo 和两汤匙的糖，还有三汤匙的面粉，还有三汤匙融化的牛油和一粒蛋。首先我们把全部的Milo 先放进去。一汤匙的热水，让我倒出来。再加热水，我们搅拌搅拌到它融化，完全没有颗粒。看到了吗？我们的 Milo 粉已经融化，完全没有颗粒了。现在我们要打蛋，可是，在打蛋之前，先要放两汤匙的糖下去。都要打蛋了。蛋打好了，我们搅拌。现在我们已经搅好了，我们要放三汤匙的面粉下去了，要搅拌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经搅好了，我们要放 Milo 下去。之后要放牛油，我们的面粉糊已经好了。现在我们要求一点牛油在蛋糕膜上面，蛋糕糊涂好了牛油就可以拿去蒸了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去蒸一个五分钟了。在这个五分钟，我弹一小段的歌给你听。哇哦！那我们现在继续蒸蛋糕。我们的蛋糕已经蒸好了，现在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拿出去脱模。三，现在我们要切开看看有没有辣瓦流出来。哦，有耶。今天的蛋糕成功。